本周五晚，江苏卫视国产原创动漫形象舞台竞演节目《二零六零》将开启全新竞演赛段。今天，《二零六零》正式官宣了一位重量级新环城见证官，他就是有着“空灵仙嗓”、“灵魂歌者”等美誉的周深。二零一四年，周深通过参加歌唱节目出道，一曲《欢颜》惊艳四座，天籁般的声音入心入耳。 从那之后，他便成为了各大音乐榜单的常客，并将各类音乐大奖收入囊中。同时，他也迅速成长为华语乐坛最炙手可热的实力唱将。不仅如此，近年来，周深还在演唱领域不断做着全新探索。他唱过音乐剧、摇滚、戏腔、古风歌曲，也尝试过将流行音乐与美声融合。 把天赋、创意和努力相结合，不断给人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。但除此之外，周深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头衔。他是 B 站六级 UP 主，早在出道之前就在 B 站注册了账号。年仅十七岁的他，出于对歌唱的无限热爱，常常对着电脑一唱就是好几个小时。 并凭借优质的唱功、天然的嗓音，拥有了大批忠实听众。其中，那首八国九语版的《Let It Go》更是惊艳众人。演唱过程中，周深在中文、英语、日语、俄语、波兰语、乌克兰语、法语、意大利语等多语种之间自由切换，被网友称为一个人的多国男女混合合唱团。 他也被称作是国漫御用歌手。出道以来，周深曾为《大鱼海棠》《昨日晴空》《姜子牙》《斗破苍穹》等多部国漫献唱 OST 影视原声带。他似乎有种神奇的魔力，能够用声音诠释动漫的意境，激发听众心底的共鸣。在那首让他名声大噪的《大鱼》中，他唱着“海浪无声，将夜幕深深淹没”。 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，声音如风如帆，轻盈而有力量，带着听众步入云端，升入一个海蓝色的梦境里。也难怪有人评价周深能把人间变成梦境，也把梦境带到人间。不仅如此，周深还多次尝试跨界合作，在这其中最出圈的音乐舞台当属挑战虚拟歌手洛天依的《达拉崩吧》。 表演中，周深一人分饰五角：女孩、少年、旁白、国王和巨龙。最后，还有情赠送了一声婴儿啼哭，演唱功底令人叹为观止，各种眼晕、烫嘴的歌词，自带两倍速的演唱。这一系列操作让短短五分钟的表演更像是一场故事完整、酣畅淋漓的音乐剧。这一次。 以《星环城见证官》的身份来到江苏卫视《二零六零》，周深会跟《The Life》碰撞出怎样的火花？作为国漫资深爱好者，他又会分享怎样独到的见解？本周五晚二十一点二十分，江苏卫视《二零六零》，看周深如何玩转未来。